人不多，但是笑声不会傻。这里的米很香，而且吃了不会辣。喜欢慢慢走，呼吸大地的味道。晒太阳的狗狗也对我微一微笑。听哥哥弹吉他，大声唱着普悠玛。卖便士的阿姨会叫我公哈法。头前徛天马，讲台语是阮隔壁。卖馒头的伯伯，从山东来的啦。好山好水好人家，轻松舒适够宽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小鸟青蛙。有温度的泥土会开出美丽花。这里的人不多，但是笑声不会傻。静智啊，这批上尾啊，下一届名会章，会章是啥啊？会章，哎，金色的几位师傅叫做会章啊？就是花莲那位师傅会章啊，应该就是他的法号。哦，呀，唔过师傅真正就有心的呢，佮专工下批哦，来感谢曹医师。是啊，伊讲吼，师傅从黄安局去养护所，就一直咧甲阮两个说多些。想袂到等去金色吼，阁下批来，实在是足用心嘞。你一次谈话，我就感觉到这位师父啊，跟一般的出家人很不一样。他把自己放在比众生还要低的位置，不但尊敬众生，更时时感悟到众生的苦厄。这就是所谓的能苦无其苦。师父啊，就算木有钱，还是发大愿，能够救济一切的贫苦。了不起啊！哦，读册人的头壳哦，真正较好呢。我迄天听师傅讲话哦，就感觉足感动的。也毋过哦，就是我都讲出是为着啥物咧感动。啊，曹医师哦，才甲师傅记一改名名，就虽讲啊遐尼明白，牛呢。做医生的吼，他较看无同款啦。人吼，再见师傅一改名名。哎呦，那智慧就随开啊呢，无亲像咱，咱念经吼念几啊个月，啊，逐天咧做暗课，啊，毋知念位倒位去吼。你们刚刚是在说我的坏话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们两个很有意思啊，明明都会说国语，为什么在我面前一直讲台语啊？在称赞你，怕你不好意思。有，不会，我不会不好意思，我很习惯的。明天仔又八点，那三轩头较偏僻，但时间来量较济。对吼，那呢我明天仔八点在那边吃饭，等你。好。金妹啊，你们要去三轩做什么？我们要去访贫啊。哦，听说那边有一个失明的独居老太太。生活无法自理，我们想说去看一下他，帮忙他一下。那边很偏僻啊，而且又是山路，很不好走。你才刚怀孕，要不要过一段时间再去啊？怎么可以呀？都知道阿嬷需要帮忙了，怎么可以放着不管？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我明天穿平底鞋慢慢走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别喝，来米拉仔，等一下。玉鹤啊，你有去过山区吗？当然无啊！你们两个都没有去过，万一在山里头迷路了怎么办？啊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在山里长大的啊。你不要担心好不好？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
三轩我去过一次，那里的山路我还有一点点印象。我去画个地图啊啊！你们明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地图哦。知道了。记得穿平底鞋。知道了。这个很重要。知道了。知道就好了啊。刚有需要做干呢？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你好话多，阿无伊袂放心。好喂好喂。好一位好一位。当作来吃啦，唔免啦，阿妈你吃就好啊，我吃过啊。哦。你啥物物件拿过来啊？啊？无代志啦，我无小心吼，将物件用落去，我随捡起来。哦。你们就拉萨了呀，我跟你从中国来的，帝都阿公家族，你帮我推出去好不好？简单起来。咱是洗面皮，阿妈会无欢喜。规日咧，今日日头袂歹，啊哦，晒晒的，啊，甲迄垃圾背背就装拄煞，莫让阿妈误会啦。我来找，恁两个阿弥陀佛啦。嘿，啊，恁是人客，啊，互恁安尼来甲我变内面，搁炸物件来，互我食歹势呢。阿妈，袂啦，即马拄好有日头，我甲你吼，甲面皮晒晒的，一领就好啊。哦。嘿啦嘿啦，你先食啦。林太太啊。以后吼，阮逐个月啊，拢会摕一兜米来，真麻烦你哦。逐工人加煮一碗饭给阿妈吃。阿妈讲我是老厝边啊，加煮一碗好吃，哪有啥嘞？我予你加送一兜米啊，你足歹势呢。没啦，别安尼讲啦，我着当真哦，咱真会给阿妈照顾啊。嘿啊，好佳哉哦，你这种好厝边啦。无你看阿妈，即摆目睭看袂着，脚骨嘛无方便，若无恁安尼斗照顾，阿妈哪会当遐尼勇敢？是啊，阿妈身体真好呢。伊是阮庄仔头吼，上济岁呢。安尼哦，不准你用听。好啦，安阮时间差不多啊，要来坐车。搁讲话啊，阮家吼拢五点外就无车呢。啊，啊，即马几点啊？啊，安尼阿爸真麻烦你啊，阮去赶车啦。我先来去，好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再见。下班了呀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五点。哎，金子，啊，即摆几点啊？哈，即摆五点十五。五点十五？嗯。啊，车唔就走啊？哎呦，袂啦，遮山区呢，车袂遮尼准时啦。咁安尼？嘿啦，放心啦。哦，好，我去等看卖咧。哎。等一下吼，若有车来啊，咱就学迄电影的女主角安尼驾车。电影的女主角？嗯啊，我大概吼，若是看电影，我拢会想讲，有一天我会当像电影的女主角安尼，安尼驾车，头毛飞起来。
有车来啊！他车个，有车来啊！真正有车来！你看，我的公交牌哦，有车来啊！大哥，请问一下，你是要回玉里吗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等不到客运，所以可不可以搭你的便车回去啊？好啊，上来。谢谢。我先去。两位漂亮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？我们来拜访一位长辈啦。对啊。都来这里了，要不要来我家坐坐？我家很多的山猪肉跟小米酒哎。不用客气啦，我吃素。我赶着回家做饭。干嘛那么急？我们也是有缘才会碰到啊。而且我今天还没有娶老婆，你们还没有嫁人啊，对不对？吃饭也可以啊，我这样做的很好吃嘞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这些平地人哦，怪怪的，不喝酒也不吃竹筒饭。走，你家仔，你冇惊死我？我家仔，伊拄仔有停车呢。真的？哎呦，我草尾啦，话地多，啊无甲阮提车吼，客运敢若到五点尔。嘿呀，袂当怪曹医师啊，伊哪会知啦？即摆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啊无你坐车？我不爱啦。无爱坐车，无爱坐车就行啊。要行哦，种呢？我哪法度？哪知影坐车坐到这种的？唉，都拄主讲的。你看，咱即摆爱步，咱步长去呢，无法度啦。啊，恁两个是去倒位啊？恁母甲变一款啊？阮去三轩看迄青梅阿嬷啦。哦，你脚手足紧的呢。我前两天才甲你讲迄个阿嬷的代志。啊，恁今仔都去看伊啊？辛苦啊！我先听着恁啦哈。来，去啉茶，多谢多谢。豆豆啉啦。对了，就是。啊，无啦，马嫂，嘿，你以后吼，若是有看到有啥物人需要斗相共，随甲阮讲哈。好啦，先生。啊！你还会惊哈？啊！你回去袂当甲曹医师讲哦。你搁讲我嘞？你看你今嘛安尼啦，你回去吼，若是予恁洪老师看到，你以后免想要放屁啦。我安怎？哎呦，我哪变安尼啦？哎，唔对啊！啊，你感染是共款。我安怎？袂当啦！好啦好，我恁麻烦都麻烦了，这简单啦，我甲恁说到一下就好啊啦。好，麻烦你啊。好。大伟，你要去哪？你总算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啊？怎么了？干嘛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哦，没事啦。我们刚刚留下来帮阿妈打扫房间，所以耽误了一下下。哦，对，你还帮忙打扫啊？对啊。可是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脏，对不对？很乱哦！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木油，哦，我忘了提醒你了，以后去山区访评啊，最晚3-4点之前一定要下山，万一错过最后一班公车，那就不活了。这种事以后要早点讲，我肚子快饿死。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哎，金妹啊，你肚子饿，我去帮你买玉米面好不好？买2碗。
哦，两碗啊，两碗。你等我。客户的名印在我后边，哦，陈老师的名嘛印出来，因若是看到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哇，布店的头家，皮店的头家娘，哦，药行的头家娘，哇，连米店头家拢有关呢。今次搁招到遐尼侪人，我搁想讲哦，伊生囡仔了哦，爱无因顾囡仔，结果人遐尼认真，搁招到遐尼侪人，真正厉害呢。这里是写啥？我来看无。茶米啦。茶米。嘿。哎，写呢是要看。啊，我顶下甲你讲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啊，我厝住起好，大概会怪老伙仔钱。是哦，钱较闲哦。啊，遐唔过五块十块买用的啊，有野心哦，较重要啦。有没好？哦。这份公文讲要送去乡政府，你写得较紧，帮你们乡处理一下。啊，这不是宝就要送出去的。你卡手真紧，这边卡你半点钟，大家互相卡吧一下啊。哦，好啊。呀，嘿，派生啊，好你才无闲。袂啦，爸爸请你吃，不要紧啦，大家互相斗相共吃，无啥。歹势啦，好啦，我先忙因哈。玉禾，嘿，我拄仔算一下，我大概会当管五块。真是哦，多谢你啦。没啦。有玉禾，啊，唔赶紧做工课，够时间开讲。我中昼无休困，我较紧用就好了啦。你时间了安就好啦。好。阿妈，你确定你每个月拢会当捐五块？安尼敢会伤少？不会啦，有迄个心哦，较重要。多谢好。没。妈莎，你迄天甲我讲你有闲，要带我去东印巴放是无？安尼我车票先甲你拍好好哦。哎呦，小可代志啦，免啦免啦，去明仔再讲哈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哦，让你无闲试试，我才想讲吼，要去找你说多些呢。哎呦，是我吼招你出来做主委，啊，搁你出钱，搁出力吼，我应该吼爱甲你说多些。那安尼讲啦，大家互相斗相共啊。你去买茶啦，我泡茶给你啉。来。啊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哈，我拄啊吼为厝内啉茶才出来啦。哦。啊，是有一件代志吼，啊，要找你吼讲一声。嘿。啊，这个做少啊，啊，甲办法会存一寡钱啦。我想讲哦，下礼拜啊，找所有的委员哦出来开会。啊，曹太太，你后礼拜有闲无啊？后礼拜哦。哎，有啦，我后礼拜二吼拄仔好有闲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你有闲哦，我即马就随去通知所有的委员吼。哦，多谢你哈，我你走来走去真歹势呢。哎呦，行路甲当作散步啦，来去哦。有闲再啉茶啦。好好好好。
这条钱那是会当摕来救这善家人，唔知偌好嘞。我听哦，学校的主任讲哦，今年几下风台啦，啊，农民哦拢无收入，啊，无钱通阁买簿仔啦、铅笔啦，给囡仔哦写功课。啊，老师哦嘛唔知要安怎出功课，我听了是足唔甘的。我等妹夫哦，今仔日开会啦，啊，就家己做主啦。甲做少吼，剩的钱以宗庙的名义。啊，买一寡吼铅笔啦、簿仔啦，啊，送去吼专业里的小学、初中，啊嘛摕一部分吼，放去民族合作社，啊，让家长吼摕转去教囡仔写字啦。啊，我安尼做吼，啊，大家唔知有意见无啊？哎，真好，未歹啊，未歹啊。我你上你做了足好个呢，囡仔的教育吼上重要。以后啊，若是倒一间学校有需要斗三工，你嘛甲我讲啊。大家当到出力啦！好啊，好啊！哎，咱借问一下吼，咱做上的钱啊，敢拢用完啊？买簿啊吼，甲铅笔啊，搁剩三千块啦。迄钱哦，放踮咧会计齐先生遐啦。哎呀，钱甲小簿拢伫遮啦。剩的钱哦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唔知影各位委员，恁敢有听过华联的师傅新立的？主持功德会，听讲神仙娘替华莲的这位师傅伫募款，敢讲是你讲的这位师傅哈？是啊，我就是去过华莲的师傅遐，我看到因的精神咧做的代志，我感觉足感动的，才决定要加入主持。周太太啊，啊你做人足热心的吼，大家拢知影啦。啊，不过老实讲啊，我咧玉里华莲吼，啊做生意。二三十栋啦，啊，拄到足济吼，迄宗庙的人哦，出来讲要做善事啦，啊，钱收收的吼，啊，拍一堆金牌，啊，甲神明哦，啊，挂甲规身躯啦，啊，善恰人同款吼，无饭通阁食，啊，咱若要做善事吼，就爱较谨慎一点嘛，一生五年就唔通拍算。王诶，你还讲有道理呢，王立尚。你讲的话，我有认同。啊，不过我会当甲你挂保证，这位师傅是真正有咧做善事的。我本身呢是功德会委员，我常常拢会去看病号，看因敢是真正有需要斗三工。因若真正生活困难，功德会每个月会送补助金给因，予因维持基本的生活，啊嘛，予因的囡仔会当继续读册。安尼讲起来，应该无可能骗人啦吼。周太太啊，唔是吼，我无相信你讲的话啦。啊，这功德会吼，咱也无了解。我这个人吼，足简单的啦，是真的也是假的吼，我亲目睭看过，自由判断。安尼简单啊，看王立尚，你甲齐先生，倒一间有因。咱行一撮花莲，咱来去认识花莲的精神的师傅。等恁看了，恁再来做决定。王的啊，你平常是想法足济的人，你真正转来了后，你都可以掂掂。啊，你有啥想法，讲出来，让大家参考看卖嘛。你也看到啊。真正的师傅吼，啊做甲遐尼啊辛苦啦，啊要救的善恰人是遐尼啊济，要一仙钱两仙钱哦，唔知要赚到当时才会富救哦。哦，你想的甲同款呢？不，老太太，就安尼决定啦。老你做少的，剩的三千块，捐出来，给师傅的功德会啦。我就知影吼，你若来精神，一定会同意啦。虽然哦，我较少回，啊，不过功德会是真的也是假的，我是看了足清楚的。我咧有想这个师傅，感觉师傅哦是足无简单的啦。啊，咱为着哦过三顿都烦恼到安尼啊，啊师傅叫我二十外岁咧，啊身体遐尼啊单薄，
阿人的志气是哈尼啊悬，啊要救的人哦是哈尼啊济啊。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啊。拄啊咧京城听师傅讲话哦，我是愈听愈见笑。一世人敢若知影趁食，拢毋捌想过，迄天公伯啊，啊，互咱好脚好手啦。毋是敢若哦，趁钱饲家责任着了安尼。咱应该哦爱甲双手撑出去，啊，帮助哦比咱搁较困苦的人，安尼才袂辜负天公伯啊，辜负咱的父母，互咱遮尔勇健的身体。啊，不是要挂你的吧？无偌济钱啦，这是绝对哦，你做会到的。我有几两重，你也是唔知啦。阮老岁在调，你莫甲想甲哦，遐尼啊困难。咱一天哦，甲省五角一块，啊，一个月哦，就我多省五块十块呢。这五块十块哦，就会当予一个家庭哦，三顿有饭通搁食，囡仔搁会用去读书。你讲这五块的力量有偌大无？正确，五块就会当救人啊！较早啊，瘦到要叫鬼了去，啊做鸡的时阵，敢那拜一碗硬菜，种日子咱拢度过啊。迄个时阵哦，五块就用予一个家庭哦，一礼拜拢有饭通搁吃。你讲这五块会当救人？唔呐，救一个，会用救一家伙啊呢？无心机啊！啊，大人客你等你是无看呢？啊，好啦，随来啦，哈哈。是啊。你想看卖啊啦，哈。是啊。好啦，我一个月啊，捐五块啊，你卡下面来阮家收钱啊。啊，好，我等下提簿啊哦，啊，你名甲地址写写啦。就对啊啦，咱会当做善事哦，比予人救济哦，搁较有福报。拼一世人啊，啊，甲这个年纪哦，会当去帮助别人，辛苦拢有价值啦。啊，你是天煞尾啦。啊，好啦，水来啦，水来啦，食米啦，食米啦。歹势啦，歹势。哦。王太太，我来面好啊。来，再上姐姐哈。好。哎，生死娘啊，你不是伫咧帮花莲的师傅看无？啊，王太太伊生死哪会走来靠我捐钱？佮甲我讲做生死足重要诶。讲到半工，你讲伊是毋是同一个师傅啊？哦，是啊，阮两个吼拢是朱泽公的会委员啊。哎呦，想袂到哦，恁婶哦，脚手遮尔慢呢，遮教恁娘哦，都做甲遮尔认真啊。对啦，有够认真的啦。嘿，若讲到阮哩讲，哎，你啊天都乌一边。啊啊，是安那是哦。哎，恁知无？迄人爱食三代食袂空的，拢要做人份咧做生意趁钱。啊，阮迄个啦，啊，毋知咧想啥，我生我面单啊，要全部收收起来，不爱做，要专心做主席啊。哎呦，王太太，啊，恁后生拢有在趁钱。啊，你嘛拢有会啊，其实嘛免做我遮辛苦啊。若换做是我，我嘛赞成把店收起来。伫咧厝诶，到三工娶孙，真过日啦。就是讲啊，你后生今仔店生意遮尔好，规个后生新妇拢遮尔友好，你毋免阁做啊。啊，就是我毋免做，要把店收起来，迄嘛爱我来开嘴啊。嘿，恁知无？我自少年咧嫁伊。拍拼到偌辛苦呢，啊！拍拼到吼后生啦，娶某生囝，啊！拼到伊家己有厝，啊！佮有店面通做生意，迄是我逐工拢做到腰拢要退袂起来了，啊！袂有我都遮快活过日。王太太啊，要不啉一喙仔茶无？阿你也知我喙大，喙大，去起来啦，知啦。你敢知啊？领导啊，奥利桑啊。叫阮吼去华联的时阵啊，伊老人哦，都一直咧甲你娱乐呢。伊讲吼感谢佛祖，互伊娶到吼，遮尔高欢家，啊，搁贤惠好牵手，啊，唔只有通哦，规家伙啊，遮尔和乐，后生新妇搁友好，伊
讲这拢是你的功劳呢。啊，你唔免替伊讲好话啦，阮两个袂安尼讲。哎、欸，阮师傅教阮吼，袂当讲白话，爱讲好话。我讲的拢是实在话哦。伊是吼，歹势伫人个面头前甲你学了，啊，拢甲阮讲。啊，讲实在啦，我嘛爱甲你讲一声多谢啦。哎呦，是安怎想？阿叔唔知哦，你叫王去做主席。啊，原本哦，伊咧小主席，我看甲是规巴肚火哦。唔过讲实在，你做主席哦，有一部分。倒一部？啊，伊较早哦，你啊，我伫个朋友一堆啦，逐工拢去找伊啉烧酒呢。啊，即马吼，规工小主席，无人找伊啉啊。干那烧酒钱哦，一个月省了二三十块。哦，叫你阿哥做哦。那安尼，我嘛要叫阮阿公去做主席，我会当请你王爷安尼啊，把酒钱啊拢省起来。好哦，啊无，我叫我王爷去找恁先生啦。无啦，啊你也才认同，啊无你嘛捐钱去救善食人啊，啊一个月五块十块，那嘛可以。啊，做伙做伙啦。好啦，你叫王爷来阮家收。来来来。哎呦，我先甲你祝福咯，你是唔通甲我王爷讲哦，我咧甲你招。啊，无时间哦！伊讲我食饱先，伊咧替伊倒款木。啊，你着有影啊？哪样？哎呦，王太太啊，嗯，我看你吼口才足好诶，不如吼，你甲阮做阵来做啦。啊，唔免啦，我两个做都好啊。你啊，你口才遮尼好，你欠栽培，你敢知？无无无，我欠洗头。来来来，你是该用好啊，不会啦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。啊，酒车，酒车，啊，你倒位来奥托吧？我顶礼拜才看的，我长只会晓骑，长只会晓骑，嘿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咱今日去安通，你要骑倒位？啊无嘞，安通拢山路呢，是要安怎骑啦？啊，你不用行行山路，嗯，我才无爱。啊，无你要安怎行？过桥啊！过桥，无唔对，较慢嘞啦！哎呦！啊！照过啊！啊，你是会寒是无？我袂啊！别讲你那边穿啦，你都袂惊哦？惊嘛都爱惊啊！你目睭开开，啊开始练骨，啊教我哪么调，技能够好。较慢嘞！金妹啊，要不要吃玉里面啊？金妹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在想什么事情？想这么出神啊？彭太太怎么说啊？哦，她说啊，彭医师过世之后啊，她觉得很孤单，想回日本养老，问我愿不愿意把诊所买下来。嗯。
买彭外科诊所。当初来玉里的时候啊，我本来是打算在荣民医院待个十年就回台中了，看是要回三总或者是自己创业。但是如果现在要把彭外科买下来的话，那我们一家人就要在玉里扎根，当个永远的玉里人了。所以我想要听听看你的意见啊。老实跟你说，现在要搬离玉里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哎。对呀，我也好舍不得啊，这玉里的土会黏人啊。真的耶，玉里的土黏黏的，才住几年就不想要离开了。可是金明啊，如果我自己要开业的话，你可能要帮我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当一个负责帮你算钱的三星牛啊。陈小姐，你真的很爱说笑啊。不过认真的说啊，这个外科诊所除了门诊之外，还要打理手术室、病房，你这个曹太太兼曹妈妈兼护理长兼先生娘，到时候可忙可累的咯。体力负荷对我们两个来说啊是小事，可是对玉里、富里、瑞穗的居民来说啊，能够有一间日夜看诊的外科诊所是一件大事。这也是我考量的地方啊。这玉里往南往北这100公里以内啊，只有荣民医院有外科，就整体的医疗环境来说是非常匮乏的。今天我跟月鹤骑车去安通，半路就有一个原住民妈妈出来拦车，他说他的孩子已经发烧好几天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，拜托我载他跟孩子下山看病。我今天就一直在想这个妈妈，还有三轩那个眼睛看不到的阿嬷。阿嬷家的状况很糟糕哎，她的床又脏又臭，还有她吃的那个草药都是蜘蛛丝还有蟑螂。我都不敢问阿嬷他那个脚痛啊，是不是因为吃了草药才变白咖的？这个偏乡啊，小病拖成大病的案例啊，比比皆是。如果以后有医疗资源的话呢，这种事情就不至于再发生了。大伟，如果我们开业的话，可不可以每一个月我们就上山一次，带着药去帮那些居民义诊？你觉得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这人生病久了就会跟着贫穷，这贫跟病啊是互为因果息息相关的，如果这个环节没有打开的话，就算师父再怎么发心啊，永远都救不完的病人跟穷人啊。对啊，那我们把彭外科买下来吧。不要冲动啊，你要想清楚，以我们现在两个人的存款，连半间诊所的钱都不够啊。金妹啊，我知道你很想要做善事，但要考量到自己的能力嘛。这样吧，我们俩先努力存钱，我相信啊，过几年之后呢，一定可以达成你的心愿的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我玉里面买回来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吃啊？大伟啊，我决定了，买下来。刚刚不是说不要冲动吗？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吃面。吃完面我们再讨论讨论啊，这是大事情啊，金妹啊。北太太，北太太，左太太，你哪来这罕行啊？我这阵来，敢有甲你叫了着？无啦，
来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。卖遮客气。没啦，你收来。梅太太啊，你这间诊所足大间诶呢，啊，我唔知内底遮尼深哦。你还阁毋捌来过吼？是啊，这是我头一遍来。我带你来参观一下，你就当了解是安那。我遐尼希望做医师，会当买下阮这间诊所。梅太太啊，我这个人吼比较较急性啦，咱等一下再参观，咱直接讲好啊。你要卖诊所，头一个就想到阮，阮就感谢你个。啊，不过目前阮的钱阁无啥够，我想讲要甲你参详看卖。阮先用租的，啊过两冬啊，等阮钱若欠有够啊，才买落来。请梅太太，你当考虑一下。安尼哦，洪太太愿意租给我们啊？她今天带我楼上楼下参观了一遍，哇，那个房子好大哦，可以隔了好几间病房哎。我的想法跟你一样，我想要把现在啊彭外科诊所扩充成医院，这样就可以照顾更多的病患了。嗯，对了，我平面图都已经画好了。哇，你动作这么快啊？对呀。看啊，我想把那个厨房啊、住家的部分、移到二楼去。那后面呢，有这一大片的空间啊，想要隔成一个大的病房，这样手术过后的病患呢，就足够的空间可以休养，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呢，再让他们出院。嗯，那这里啊，我想要做一间检验室，雇请一位医检师，这样子有些病症呢，我们医院就可以自己检查，好快速的找出病因。可以对症下药。钱的部分呢，就交给我，给我个数字，我来想办法。你要怎么想办法？我可以跟银行借钱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土地，也没有房子可以担保，银行会愿意把钱借给我们吗？银行不借我钱，我就找人起汇。钱的事情我想办法。反倒是你。你要想清楚咯，你确定你要开医院？你确定你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？当医生，肩扛病患的生命，本来就是一个高压力、责任重大的工作啊，我习惯了。我现在顾虑的是啊，一旦医院成立，我们夫妻俩从此就要过着全年无休的日子了，你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金明，来，我必须认真的跟你说，到时候啊，你当护理长，你就必须要管理。我知道，我要管理训练护士。你还要管理医院的财务啊，打理医院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，你还有访评、劝募的工作，我是担心你忙不过来。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不知道我有三头六臂吗？我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哦，你放心啦。陈小姐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外科医院牵涉到手术啊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啊。有时候遇到重症病患，这手术一开就是七八个小时。半夜呢，送来那个车祸的重伤患者，哇，那是常有的事情。所以从早到晚都是备战的状态，这对于心神啊、体能都是极大的耗损，你知道吗？你曹医师可以36小时不睡觉，我曹太太可以只睡4小时，醒来一样生龙活虎。所以你放心，我们就开医院。陈小姐，开医院不是只有算算钱而已啊。我知道。金明啊，每次我面对抉择，在犹豫要不要前进的时候啊，你总是毫不犹豫地支持我，鼓励我。有你这么坚强的后盾，我才能够毅然勇敢地往前走。大伟，你说过
你这一条命是要拿来救人的。既然今天我们可以开自己的医院，不管多辛苦，我都要陪着你啊！我要当你的最佳助手，陪你走行医救人这条路。金梅啊，谢谢你。人拢有情分的牵连，人间烟花来变。